谁领导？谁领导？我听过。他们网络了一些不错的中国的一些民间舞蹈的高手，但是他们表演的美学，说真的还是非常的表面，而且非常的那种他们反对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美学观念。那种造出来啊，那种造出来，是啊，刚造出来，所以高级，所以你欢迎没关系，你感觉就很懂。传统意境的美学观念没有什么差异。曾经台湾的那个黄仁东的人找过我，希望我说我能不能跟他们再接触，我说不要接触，那个很难的，很难改变。因为我常去中国，我知道想去改变他们的那个观念是不可能。因为到9点，那只剩8分钟而已。那是不是可以请你谈一下你对于江诗翠剧团未来的发展一些想法？对江诗翠啊，其实我可以办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稍微再久一点，不要紧了啊。先，因为今天刚好我们人数不多，几个人？12, 13, 14, 15, 刚好。这些人数的一个人送你们，哇，好礼物哎，这么厉害，这还便宜了，张博全，我刚好送的，自己问干的多少个的，一个送的，夜开口，问的宝宝了吗？难怪了，我没有让他感动，没有让他感动。那一年得到台新的抽奖，这个 DVD 是台新文化台新出钱出的，出来帮我们做。那我们那个作品前年台湾第一个进入那个巴黎歌剧的表演，就是这个节目，所以给大家做这个。今天那么巧，就是这个机会，让他给人做，人没有奖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不要放了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啊、那如果你要讨论，直接打电话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刚才讲什么？他说展望江翠剧团的话，说真的，我很悲观，非常非常悲观。
就把他抓去演他们的戏，带去英国到处跑。那时候是萧敬文，那个萧敬文还是什么，那个叫后不提，那个什么那个蔡元元那个烧掉了没有？那发起一个艺术界发起24小时的表演，那底下们就江翠的表演，我喜欢算了，不要江翠，一个男的1个小时嘛，我就叫洪亮文他独唱一个人，我当初是独唱，但是我帮他找乐队伴奏。他还指定了要钱，也假高管啊，高三一讲就高管，指定帮他找了4、5个人帮他伴奏，唱了1个小时，当场大家都吓到了，太好，那关系在，就卖关系。我告诉你这边来跟我唱功不好，做功不好，我是一关系长大，怕讲的是关系是慢慢的发展，始作俑者就是兵花园，那就碰到那些那时候的一些学者说好，就是包括那个谁啊，邱文江也上，北大校长叫什么？邱文江他们，哇，闹得很闹忙，可能华平可能红之后，就变成这样子，就是没有艺术性。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年轻一点的。没有这个机会去看到传统还仅余的那好的那个东西，我就觉得说，他说你得爱怎样呢？阳春白雪总是比较寂寞的。这本节目我都不怕寂寞，可是这个形势越来越糟糕了，很难，所以。那天跟他聊完之后，其实刚才上来找我是不是？我们聊到8点多，没有停。其实我当时想，但是我不想搞，我就再回来搞社会运动。因为真的太累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因为我刚说了，这本来是政府要负责的事情，变成我们扛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自己的团员。受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影响，不懂得他们自己在学习的这个东西，实际上是宝贝。他们不知道，大部分都不知道，而且都非常尽力，想了目前的利益。他们很安贫乐道了。不止你知道那个样子，我跟他们相处那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问题一大堆哦。在新，自己在新在编剧。因为哦，我来他们讲，我在编剧，因为，我是那种，这个阶段了，咱来可能后面是要保留也在搞，要编剧要创作呀，好歹个走。我下面因为怕现在都已经。因为这工资在我做都等于了嘛。起码离原戏来搞啊。大陆起码要搞一边的，一个有联系，因为变近了。他们连南管都变了。南管今晚我变了，所以我说同年异流。你调蔡小月，他调起码叫我们王浩鑫的去，两码子事情了。你这时空毕竟是在改变啊，时空毕竟一直在改变。叫龙江时空那边的，不要。传统也在改变，那没保留，东西在改变，等于那些都改变以后，刚才讲结晶体，东方艺术跟西方的艺术的差别在这里呢。东方的音乐、东方剧种是一个结晶系的过程，从最初到一直结晶，一直结晶，慢慢变得一直去结晶化，变得很。那我的光，新闻名字变成晶体。那是西方国家搞起的，西方国家是西方一波一波一波否定前面一波，一点改变，一点创新。不，阿文姐有，你现在较惊吓是因为即马是只有迄种能力大的人一直消失去，还是
现在现准时外地的人无人要学，拢有。啊，所以即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讲，啊，你徛伫这团体的立场，你要安怎去克服？我无法。我家一个人，我唔是。所以我就悲观了，我光半天，认识我的以前有几个人，你们对在座他不讲，他说没有人认识我，人因为心嘛。啊，我的叛逆，我的叛逆，我本来，但这当天下午以后就很虚，因为我这边好干事哈，一无发言权，一无发言权。南医大要成立的时候，汉瓦德就要我去。我的怀疑，我想，我干嘛教书？我要学电影的，艺术方面干嘛教书？那文化电影系要找我去，我也不去。那你就永远之后就永远没有发言权了。我只能在每天要去背那些，我不要讲这个辈分了，就是说年纪比较轻的那些学者评审我们，知识奠定我们好坏，他们没有在第一线做，他们在窝在他们的书房里面，在看他们汉朝资料。那样弄，大平威尼福建为了平整的学，我就像一个乞丐跟他们要钱一样，低声下气。我朋友就是我跟他跟这个先生讲了，我就说王青青很可能大家都以为王青青代表的是南管，他其实不是啊，变成有名的人被拿来当啊标杆，他就是代表南管啊。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，可是。同样的，我现在我是政府官员，我要办一个活动啊，难管我只想到的就是王星星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呢，我希望江之穗哈，就是普及，让大家都啊耳熟能详，有一个江之穗，我啦，那是我的。这个东西很难讲，怎么讲？做东西有时候另一个做来的。其实我们第一次。大家现在嘛，但是最早是魏杰先生，当年我们来表演，我们和南管，我们陶景表演起来，打完调，开起来，一个南管，那里面一个作品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我小剧场出身了，所以是有些做一些变动。汉朝乐府他们全家人来看了之后，马上把这 idea 去找。邱国良找吴作军，派人马上去泉州去学跟我们一样的东西。当然，半年以后他们才做出他们第一出东西。学东西跟我们都一样，他因为他们有没有场地，可以一直演，一直演，一直演。那我们只在那个台北先生演出一场而已。李谷芳后来会一直到现在还一直支持我们，他就是看到我们。那时候的艺人，那时候的纪录片，这几分钟纪录片，你怎样？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，也一条光。但是汉唐这个例子是台湾民间少有的例子，因为他找吴作军合作的时候，吴作军把云门的所有的那个人脉、宣传人脉全部倾巢而出。再加上一楼叶景天的服装，那叶景天之前七八个月前就帮我们设计服装的，他对他们什么都不懂。我带他去看了很多东西，包括小西园，那个西联社的布袋戏，他太漂亮了。他做我们服装的时候，他还没报农会办的，后来又被汉唐抓去做服装戏，他就把那个农会办农整个偶戏的造型出来。所以他当然有他的命，这没话讲。他说了，要了，台湾怎样有？那我们是因为我们是，其实我们演完之后，汉唐国有团员，他们团员不认识，是我老师的女儿。我那以后你们怎么办？我说，其实我们才学一年，我们就表演，其实这是不够的。我们要回来，走回头路，好好把基本功弄好，再说。现在我不敢要怎么样，但他们很多票啊。你做我的演戏，海边偶请海边偶，你都刚好会动作表演。请男的只要五到七人学动作，男的不学简单的动作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要学是要演要唱分练，要都要来。
他们不需要，他们只要只是把身段抽一抽就好了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这么就是就是会拿表象的人赢，啊，他懂得包装的赢。那王兴是一个更特殊的例子，他来两年，其实汉唐还没有做出第一个戏之前，他已经来台湾两年了，没有人知道他。他就是因为演汉唐那个戏，就是演我们同样的那一出叫做《乌云光明》，他唱那边说他丈夫去北京搞事啊，干嘛干嘛，他唱得很好，唱到哭了，所以大家才惊艳，哇，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人？大家不懂人，反正他声音好，很甜，声音真的很甜，但他那个声音的甜法，其实不是真正唱男管的方法，他是用一种头腔的共鸣式。那我们男管是需要用整胸腔做，完全用胸腔为主的一个唱法，基本上就已经有就已经开始做一流了。那再加上后来，因为他跟那个陈美瑶的关系，他被虐待，所以很多艺文界很同情，所以很多资源就丢到那边去，包括送给他房子，送给他什么什么一大堆的。那你看我们乱发，那媒体一窝蜂的跟他们，那。除非说我们相对也培养一个声音一样，能够跟他不是跟他一样，那不行，他是跟蔡小月一样的，这样子的人物，你才敢，而且他长得够漂亮，才有办法用明星的方式来跟他，不然没办法，这个他的媒体，这个整个那个经济力量就是一面倒。我今天本来想带啊，你们因为没有时间，我如果带蔡小月的。跟王心的，你们可以听听看，截然不一样。能不能把音乐截然不一样？所以真正的男管就可能会这样淹没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团长你这么严格，我们真的会淹没，会以后会。他没有眼睛啊。那时候啊，曾经跟树林国小讲好，我们先去教他们小孩子啊，小孩子我们在教小学，他们学男管很快啊，非常快，非常快，因为他们没有成见，没有西方音乐的成见，所以他们学男管，教他们一下就背下来，一下就会唱，他们很快。那我们跟树林国小讲好，你修电话干嘛？这挺重要。我想说，先教他们半年之后，小孩的音乐之后，那我们刚好有道路老师，那个李元吉老师，再过去教他们的李元身段，那之后他们就跟他们小孩的班的那个里面。本来我们现在学的李元是小李元，是小孩子在演的，是小孩子在演戏，七岁到十三岁的小孩子演。如果真的能够。现在中国那边没有，如果那个时候能够按照那个计划，